先来吃个牛排。哎呀，这牛排好像没有熟呀。再来看看青菜，青菜好像也没有熟。那我再来吃个米饭吧。哎呀，这米饭也没有熟呀。哎呀，老板，你们家是怎么做饭的呀？我点的这些呀根本就没有熟。哎呀，别着急别着急，你点的这些呀我还没有做呢，现在我重新来给你做一下吧。我们先来蒸一个米饭，把米饭倒入锅里，给它盖上盖子。我们先来打开开关，这里有煮饭和煲粥两种模式，我们要选择煮饭模式。看，这里还有时间呢，米饭马上就好了。听，还有咕噜咕噜的声音呢。米饭好了，看，还有热气呢，真的是太好玩了。先来给你做条鱼，给它切一下。拿来电磁炉，放上炒锅，放到锅里再给它煎一下。打开开关，选择炒菜模式。调整一下火候，600度。好了，鱼煎好了，我们再来炒点菜，加点火候，撒点调料，炒菜也做好啦，全部出锅，现在你可以用餐啦。老板，能给我来点水喝吗？好嘞，现在就给你烧。你的水烧好了，现在我就给你倒出来。你慢慢吃，我再来给你放个音乐听。你们喜欢这样的过家家厨房玩具吗？